市国小陈佑珍，立林国小叶佳瑜，立园国小齐可欣，南市国小方黄正，林口国小黄冠瑞，南市国小郭冠贤，南市国小黄欣彤，立园国小苏俊腾，林口国小苏静祥，请以上同学上台领奖。再来，我们邀请金匠哦，广告代销赞助会哦，这一两年来哦，赞助了本基金会450,000，谢谢你。来，大家请。是高年级组的哈，哎，你看小孩的都多傲娇啊！刚刚呢是中年级组的，哇，个子都小小；那高年级组呢，哇，都变小大人一样的啊！恭喜我们这一组佳作的同学，明年呢如果有上国中呢，你就可以参加国中组哦，哈、啊！哎，每一年都一定要参加。我发现呢，国小参加人数最多。国中其次，到高中不能就哈，我们鼓励大家踊跃的报名。各位在座的嘉宾以及各位爸爸妈妈同学们哈，如果你们等一下有拍照哈，或现在有拍照的，欢迎大家把它分享到我们的脸书上面哈，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基金会还有我们林口地区的这个活动多么的精彩哈。那小朋友呢都是多才多艺，欢迎大家把这个照片分享出去或者影片哈，谢谢各位。也替我们林口啊打一些广告哈，啊，咱都出名啊，啊。啊，小朋友不要遮到脸啊！